走，小芳，我带你找永宁。好美啊！这永宁跑得可真快，我们不过就绕了两步路，他都已经进去了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别回头，带罗西下去。是。你还不快走，非礼勿视！是你自己闯进来的，为什么让我走？好没道理啊！你若是不想走，我倒是无所谓。我还就不走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哼！难不成我是你的克星，你一见我就头疼啊？哎，好在我不用娶你啊。那我还要谢你不娶之恩呢。有温柔贤惠的赵姑娘，这当然是天底下最好的亲事了。